第三十六题，第三十六题问：分别将 R1、R2、R3 电阻通电，画出电流与电压之关系如右图，则下列何者错误？那么我们的选项很多都在算电阻，那根据电阻的定义，R 等于 I 分之 V。那么我们的 R1 的电阻，当我们是有0.3 安培的电流的时候，电压是6伏特，算出来是20欧姆。我们的 R2 呢？它电流是0.6 安培的时候是6伏特，算出来是10欧姆。我们的 R3 呢，当我们的电流是0.6 安培的时候，我们的电压是3伏特，算出来的是5欧姆。那我们也可以就知道呢，我们的 R1 会等于2倍的 R2，我们的 R3 呢会等于1/20.5的 R2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题目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的时候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R1 等于5欧姆。